一种预防老年痴呆的核桃油。痴呆症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是一个迅速扩大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主要表现为渐进性记忆障碍、认知功能障碍、执行功能障碍、人格行为改变及语言障碍等神经精神症状，严重影响社交、职业与生活功能。65岁以后发病者称为老年性痴呆。老年性痴呆会使患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照料者缺乏经验及情绪问题。虽然年龄是导致认知能力下降的最强危险因素，但痴呆症并非是衰老的自然或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需要我们早期识别并预防疾病的发生。研究表明，认知障碍和痴呆症的发展与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关系，相关危险因素例如缺乏身体活动、吸烟、不健康饮食和有害使用酒精，某些身体状况会增加患痴呆症风险，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肥胖和抑郁症。其他潜在可改变危险因素包括社会孤立和认知不活跃。潜在可改变危险因素的存在意味着通过公共卫生方法预防痴呆症是可能的。记忆力衰退、脑细胞损伤都会引发老年性痴呆症，因此要预防老年痴呆症，最重要的是保护大脑免受损伤，增强记忆力。经常听音乐、唱歌可预防痴呆症或延缓痴呆症的发展。多食用香蕉、苹果、橙子等抗氧化食品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人类大脑细胞的主要成分是胆固醇，所以老人可以适当吃一些含胆固醇的食物。预防老年性痴呆还要严格控制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老年人三高控制不好，会容易引起脑动脉硬化，长期大脑供血不足会促进老年性痴呆的出现。所幸的是，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法宝——核桃。核桃外形像脑袋，相传能补脑。不说或许你不知道，它除了对健脑有助益，还有一个少为人知的功能，那就是帮助调节血脂，保护心脏。有科学研究证实，核桃在调节胆固醇的功效甚至比深海鱼油及橄榄油更好更卓越。核桃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百克含蛋白质70至80克，脂肪极少，碳水化合物10克，含有丰富的角鲨烯、Omega-3、Omega-6、天然维生素 A、D、E、黄酮类物质、叶酸、钙、锌、磷、钾等多种微量元素和多酚化合物，是优质无比的天然脑黄金，对人体有益，可强健大脑，是一种珍贵的营养油。日本人已把核桃油作为高级食用保健油，法国人把核桃油作为沙拉的调和油。由新加坡保健品牌根王推出的根王补脑素，使用新鲜纯正的核桃仁压榨出的植物油为主要原料，它含天然维生素 A 及 D 等营养物质，口感清淡无异味，容易消化吸收，适用于儿童以及中老年人食用，健脑益智，增强人体大脑记忆力，保护和修复大脑损伤，使脑细胞保持活跃健康的状态，从而达到预防老年记忆力衰退的目的。根王补脑素售价新币48元，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询问电话6562-5526，6562-5526。